大家好，我是爱鱼人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机械降临第二次事件星穹铁道出花旗舰路已完结，活动攻略 2.4 版活动出花舰祭祀出花剑客型魑魅王两密本奇谭威影灵丹机械降临第一次是剑客型魑魅炎两密本奇谭威影灵丹机械降临第一次事件第二次事件最终事件。本姑娘要上了，今天会有我要打十，该怎么做才好呢？有点意思。我要打十，想听听你的建议。哎，算了吧。今天也是收获不少啊，真是辛苦本姑娘了。今天是按日程规划来看，今天是有考试吧？我已经准备好了。